是世祖英雄，一个时代又怎可以没有一两个枭雄出现？1970年，香港出现了一位枭雄跛豪。香港回归前，英国对殖民地香港管治松懈，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位时代枭雄。有没有听过龙志强这个人？Shan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梁家辉。追龙二的贼王现在已经在全马戏院上映，大家记住买票支持，戏院见。